好，现在我身边呢有三个信封，哦，这是一个三个预言的信封。首先呢，我这边呢有四张五，分别是梅花、方块、黑桃、红心。哦，那请问这位小姐，你喜欢什么五？随便点一个。哦，你喜欢梅花五是吗？好，OK。你知道你为什么选到梅花五吗？因为呢，这张梅花五非常的特别。哦，因为我这边呢总共呢有三张红的，只有一张牌是蓝的。那你刚刚说选的牌是什么？梅花五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当然只有它呢是蓝色的，这边呢都是红色的牌。好，或许呢，你可能觉得这是运气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再试一次。来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这边呢这个信封袋呢，哦，有四张十，分别是红心、方块、黑桃、梅花，这边有四张十。现在麻烦你再选一次好了，你喜欢什么十，随便点一个。这一张吗 ？OK， 好，那我就把十呢放在这桌上。好，那当然了，我这边呢，哦，都是蓝色的牌。我这边呢都是蓝色的牌。那你刚刚说选这张牌是什么？红心十，对。那当然了，它是唯一的一张红色的牌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这边还有一个信封。这信封袋里面呢，哦，我们先不要拿出来。哦，这信封你可以看到这边有牌，对不对？我这边呢有四张 A。那请问呢，这四张 A 你最喜欢什么 A？ 讲出来吧。黑桃 A。黑桃 A 是吗 ？OK， 好。哦，这边呢有四张牌。哦，你刚刚说你最喜欢黑桃 A， 对不对？那当然啦，我有一张黑桃 A 呢，它自己会反过来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现在把这张黑桃 A 拿出来，我们现在把它放到牌的下方的位置，像这样放进去。好，所以呢，我这边呢当然有三张牌啦，一张黑桃 A 嘛，对不对？那你知道这三张牌是什么吗？另外三张 A 吗？不是，其实呢，这三张呢都是白色的扑克牌，这就是我们指定的选择。